如果你这推拿业大哥，我的算定无？听到请回答。还有哦。这饼干有咯，弟。啊，你讲的。你先不吃这啦。你整个有这，我要请点早餐店，你去问我，我好要请点20块，你来找这一件啦。请点20、21、22、23啦，我就请200人来。八点200块，鸡巴哟！你10点200块，小姐。12点200块了，两百有200块。被我抓到语病了。你话不来，开个会啊你？我问一下，这有人要吃的袂？这干那我提个，你去我提个卖干，你只要提个200位好。哦，这宝贝，宝贝啊，宝贝，会两袂？会两袂丢了。贵两倍，一倍两百，两倍四百，这两倍啥？两倍四百，两倍三百了。我叫几箱来，200块了。我们叫海龟要歪，大条条要死了，今年啊200块了。你买买买买，200了。更死，卖动静，好死哦死哦。
免紧张。等下，这飞机条，我讲飞机条起价啊，喂，飞机条起价，不是起价，是吃回来，就转来原本的介绍钱较俗哦，咱就袂再俗。啊，即摆介绍我转来哦，咱就爱个，人讲袂同我介绍啊。啊，吃飞机条先卖，转来我差三日差一阵，对吧？你刚才你要推他一下。对哦，一个买半斤，一个半斤，两个多一斤，但我一斤啊，一斤啊来卖120块，好来。这两块、这三块卖你三个人，我就一个300了，200块。你四个三百有人要吃的无？赶快卖讲开300来，你要我200了，赶快200块。价格你啊，刚符合200啦，200块什么吃来？四个啊，真来，三来，来四个来，五个来，200块，来多来。花枝条，你去炒菜不好吃的来，这样他不要吃要的，来两个三四个来，五个来，200块。来个什么节嘞？200块嘞，三盒、四盒、五盒、200，200块，200块。还个什么节嘞？无200块，200块就来花枝条、飞机条、深海花枝条一千嘞，哦，袂甜袂嫩的啦。这皮拢来备好啊，个什么节无200块了？200块花枝条200嘞，200无啊吼，来不要进来，无人来搞笑。今天会提早下班哦。
是用我伊啦，拢有啊。哎，鱿鱼，一摆你收阿未？有。阿伯啊？什么鱿鱼？鱿鱼花啊。买两包咧。好，两包吼。哦，收阿就对啊啦。人家就有。好。哎。我人家是买200，我为什么不想回头？啊，我甲人无回头，我到时候用回钱，你们怎么办？到时候被开枪的是我，不是你们。海鲜卷哦，家里有海鲜卷吗？有啊，阿兄，海鲜卷哦。台湾人很善良的，动不动都是用。我先被一波啊！高兴。球棒在对手。多少？多够两卖不？完了哦。哎呀，哎，海鲜卷啊！我只要在黄鳝、青黄鳝、啥味来？五味、五味啊！啥味啥法？有人走。也不啥味，都赚200块来。好好球棒队正在对谁中？不打吗？不打。有敢喝？我开来。哎，黄鱼什么价？500块，几位？两位？三位的来？四只来500块。五位，这只来500块。你要黄鱼吗？500块多的。刚刚就没有海鲜。我两个黄鱼毛他手上是没有海鲜。他手上是只有鱿鱼花而已，因为老公海鲜卷。哎，黄鱼够两百吧？海鲜卷是另外一个呢。不要害我被球棒队对决了吧？八个，下人这里啊，为我发功。昨天输得很惨，今天再输得很惨又怎样？
还有想要吃什么？你人生在世几十年，你有什么东西都一直在隐着没有吃过的吗？对不对？放酒输一场，你算什么啊？如果什么都能饮的话，我敢来给叔叔点个香，你喝的什么喝你啊？你比多一个，那么加波多康，拿这个要500块来。人家就他说赢了，我刚刚也跟系统说了啊，人家他说他有收啊，那你们一直提醒我干嘛？不用提醒我啊，人家系统就说他有收了，不用提醒我啊。有人会等到吗？不会等到。哎，还会等。有时候他们在收钱的时候，一个团的姿势，你们就看不到钱，到底有没有收，你们也不知道。短短这几十年，你有可能你都一辈子都在赢吗？不可能啊！巴菲特有没有跌过跤？有啊。微软有没有跌过跤？有啊。有点像啦，来，你过来有那么加吗？别过来，这么多刚刚这块沙发，有啊。四点我真空包装卖沙发了，你五点进来给我就点七点半点沙发好，到点十八的沙发了。你过来，那么加不？我就讲给十一点来，十二点沙发了。阿爸，我一点出无声啦，讲别带伊，无要紧啦，无你讲一声，你点菜？台湾没有、啊，我不要说放手。人生跌倒的时候最怕的，最怕的就意志消沉，不想再起。只要想要再起，那就一定会起。怎么变成人生大道理？听到啊？为什么落雨我三加三百？我黄江不知道怎么。如雨三至三百有人卖无？有人卖啊？啊，两只好两百块。还过来么？如雨的无？龙华好。来，还要个两百来。哎，许德伟，这很台湾的。过来么？落雨无？还一边个只两百来。就像都一直检举别人违规，但是自己违规的时候，哎，就要装作不知道哦。老三吧，过来问两位不？我啊，我做点什么来？可以点菜，可以，能吃不？哎，先点慢点，点就吃不。还要吃什么来？可以啊，你可以就是。那一包干嘛够两百？一包青椒干嘛？多啊，买100块就包好，能值100块。够两百钱，你干嘛来？炒大包、炒大锅、炒盐，几块好吃些的？大锅100块进去来，买个小锅包。哎，一包够什么钱？大锅就100块，一包够什么？大锅，一包100块。拢有啊吼，包一份贵好来遐，不过我说话无代志，无份工费，我就无要出贵好啊。贵好平工资。哎，我不喜欢开市，我喜欢装修。用咧头人拢歹哦，嘿，有一个讲头拢老而已。什么？小鱿鱼？哦，是更好见的无？哎，这一只是偌济？清清，一只两包的。这只呀，哦，这头个尾你个切，好啦吼，然后这身躯先来摸下。
车安怎袂转？阿弟啊，恁三地五百、四地一千。无啊啦，春天俩。啊，春天俩。春天俩，这500，这500，三地500，800。对啊，今天货少少，快清单，不是货少少，就一早就被搬很多。来，我今天比较晚开播嘛。有三个提走20箱，有三个搬走20箱。算一大地，八百万块。装修找我装修，对啊。香港我不偷偷的啊。因为找我装修是电话经理。300块，阿哥你而已。我你讲我吃什么？我吃啥？吃啥？